这块材料如果是你会如何设计？它有棉，有黄，有兰花，还有脏，种水也一般。这块材料非常普通，但是又有点特色，可以说它是一个很极端的材料，设计不好一文不值，设计好了就能变废为宝。既然材料到了我们手里，就必然将它变废为宝。以曹操的观沧海将您带入作品当中。东临碣石，以观沧海，水何澹澹，山岛竦峙，树木丛生，百草丰茂，秋风萧瑟，洪波涌起，日月之行，若出其中，星汉灿烂；若出其里，幸甚至哉，何以永志？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汹涌。